现在开始。好，我们来祝福大集合，幸福来到终点上。财神啊，是今天来的上通告的呢，都很缺财啊。好好介绍一下啦。好，先欢迎我的蓝波老师，还有田武啊，还有罗呢，一分，红毛，好久不见，好久。蛮齐全的，可以。那同学一开始坐在后面呢，准备来拿奖金的，他们就要可以拿奖金。哎，财神爷庙，所以跟主委商量好之后，哎，要送出一组大红包给大家。真的吗？进行第一关，财神公红包。先抽出两位选手，一位是怡芳，哎，一位是冷男。待会你们可以选边站。大家看仔细哈，看仔细哦。游戏规则他已经带上去了，就往这边跳，但是你是看不到的哦，所以你往上跳有可能勾，这样勾不到。哎。你看，这样勾到，勾到了，勾到了，哦，戴帽子勾哦，对，勾到那个人的秒数短就获胜。哦，那如果勾到他掉下来呢？要不要勾在上面？要勾在上面，你不能把它打掉啊！打掉不行啊，要勾留在上面啊。对，也就是说，奶奶会获胜的，请选这边；怡芳会获胜的，请选那边。好，同学请开始。可以选边站啊。蝉联呐，那个棒球啦啦队的那个队长，真的是找不到人了。找不到人，找不到人吗？没有啦，就是有连任。可是你不是说连任三次啦？对呀，做得好就做得好吗？这是买了多少票？没有买啦。可是你自己不是不想再当了吗？我跟你讲，本来不想当，后来发现油水真的蛮多，又直播。可以管你，这有个头衔就可以捞得更多。你知道他多忙吗？他连睡觉时间都没有。怎么了？怎么这样？主持六个节目嘛。对。算得出来六个节目。可以。网络跟电视嘛。对，电视、网络还有直播啊。对。直播一次赚好多钱哦。还要抖内。商演，然后还意味着我们节目不走，对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没有，我本来就是在这里的，队长也没有比较多钱，是，没有比较多，反正要缩水，反正就要失败的，我们多讲一下也没什么。来，请就位，好，加油！怡芳3.75秒，对不对？对，来加油了，预备，一次多还有啦。前面几秒都还蛮认真，后面风都不帮他了，每个都在转了。他就讲一个风也不帮他。虽然是知道输，但是还要运动加精神。对呀，16:17，37秒。三十七秒。乙方也是37.5秒。37.5秒。
这边请淘汰。谢谢，已经淘汰一半人了，到底谁最后可以获得那个大奖呢？哎，现在进行第二单元，好，财神夹红包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剩下观众听清楚啊，好，接下来是两个人比赛，一个是林辉煌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辉煌，辉煌，好，帅哥，另外一个是 Rock，Rock，Rock，另一个帅哥。两个都很强啊！哎，要比赛什么呢？比赛上去呢，夹红包，用脚夹，从红心点出发，不管先夹左先夹右，两个夹下来的秒数短的就获胜了。嗯，所以各位来，请选择。好，请选择了，十秒。喜欢姓什么代志哦？8000块啊！对，他知道，他知道。他不管有没有看过这节目，从哪里看不见？他说我有8000块拿，我知道。了解。来来来，你住哪里？住芦竹。芦竹，那你怎么选？怎么选？会选到往帅的那一边站。哎呦！你会往站站？你会往不帅吗？会会。因为只有一个人而已。啊？只有一个没有分身，哦，那只能选一个的意思。哦，所以两个你会选 Rock 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了解了解。你是挑颜值吗？嗯，感觉有在练。感觉有在练。有在练。是。啊。来来，这边的选最多人的啊。为什么选？为什么选辉煌？我觉得哥哥比较帅。哥哥比较帅。你呢？为什么选哥哥？因为哥哥脚比较长。脚比较长。哎，这个还算可以。脚比较长，弹跳比较快。脚比较长，比较夹得到啊。谢谢谢谢。来，妹妹你好。你好。你这瓶饮料喝了一个多小时哦，喝光了嘞。你住哪啊？附近而已。附近而已。哎，为什么要选辉煌？为什么站这边？因为个子比较高，脚比较长。啊，个子比较高，脚比较长。选这边的人多。人比较多哦。来，输的先上啊，剪刀石头布。来，先辉煌先来，你要看运气哦。那飞来飞去，现在疯哦哈。来，请就位。来，运气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哦。加油！预备，移动。出脚出了3次，对对对，是空一次，没有，应该先荡高的那个。对，以你的手长脚没有发挥到他手长脚上最大的优势，这个他长都已经这样，我看那个比较短的会不会更辛苦？比较短的是，你 A 什么 A 啊？对，没有话要说，几秒？了解一下秒数，5秒25。5秒25啊，5秒25，看清楚啊！来，请就位。来一杯，加油，加油！5秒25哦，加油！预备，好，预备，起身，这一个调调，再加一个，哇，这速度很快。来，请到你，第一个差点没夹到，来来来来来，那几秒？3秒97，3秒97，来这边获胜了，恭喜大家！来这边请淘汰，谢谢。错了啊！进入第三关了，财神咬红包。两位艺人戴眼罩，看谁能咬到悬吊空中的红包，先咬到者获胜。剩下的观众押宝要谨慎选择哦。很久没有玩的财神咬红包，来哦！出发点从这边蒙眼，蒙眼，红毛蒙眼，蒙眼当中看不到会咬。哦，咬到，咬到就先咬到的，我不要，我先咬到就赢，你先咬到那边赢。啊！边蒙眼谁先咬到，听懂吗？这两位选手我先派出来，好，你们最后这一关过了就可以抽红剑了，红剑就是8800了。我们现在派出的代表是红毛，红毛，红毛的红毛对上蓝波老师。哇，这小心啊，你被他咬到要赶快到医院去打那个红血病。对对对，会咬的，
对，他很有活力，红包也很疯，他都蒙眼了，这两边会蒙眼，上一吹谁会先咬到红包？胡子会帮忙哎，胡子怎么样？胡子会帮忙哦，他讲的动物一样，像猫没有胡子会撞门，哦，狗有胡子会平衡，所以有胡子，那你可以选有胡子的，对，可以选有胡子哦，好，这气，你要选啊，选择蓝波老师站这边，选择红马倒数十秒，是，九，八，七。三位，来来来，为什么这次要选红毛？我觉得姜还是老的辣。姜还是老的辣，哎，别太老哦。他比较老啊。那我可以换别的，不行，来不及了。你为什么选他？高度比较刚好。高度比较刚好。高度比较刚好。这个没有什么为什么啊，只可以讲一下这种感觉。好啊，其实我觉得红毛反应会好，或者蓝波太疯狂，因为咬不到。听听看而已。对对对对对，来，我们访问这边，人数不多喽。妈妈，你选择他，因为胡子嘛。嗯。如果剃掉他就找不到门了。你好，来，你好，瓜哥好。哎，你为什么选他？因为蓝波老师有运动，一定体能很好。哎，那个是没运动啊，每天你讲的没错，他是没运动，他每天在卖音响啊哈。但是以前是洗泰国蛋，打泰国浴，打泰拳的嘛，洗泰国浴，打泰拳的，对，洗成这样哦。还有洗到这边吗？你为什么选他？运动神经好，运动神经好，你自己也运动神经好？对，在哪里？健身房。健身房。哦。这比较像奶奶的菜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你猜应该有喜欢吃的。奶奶男朋友听说是长这样的。你男朋友大概是长这样，对不对？男朋友啊。还不能讲，还不能讲，套到啊。没有。好，这等一下选你的有六位，六位，选这边有三位，三位，看谁赢了啊？来，五财神来了，预备，好，看谁先咬到。拔剑，但是朱茵为幸运儿，他们拔剑之前好好想一下，想一下自己顺序到底谁第一位、第二位、第三位拔剑，先排一下顺序，你们自己排一下哈，谁要拔第一颗第一把剑？那我们剑在想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现在有换新的呢，新的要换一下，换新的要干嘛？因为我想我们的主持群啊，每次只要论及有奖金，大家都充满了活力啊，是吗？所以我个人也用五财神提供奖金，有吗？咬到的呢，就有2000块了。那我们谁来玩？来，我想金渊真史密达很久没来了。好，我们要配男生啊。我不清楚。你说男生跟女生一起咬？哎，对对。你讲老半天又是你要去玩，对不对？要下去玩。我男生的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对。不是。哎，首先呢，我想这个游戏规则呢，刚刚玩过的不能玩了啦。哎，我好闲，你知道吗？难得你会想这种公平的模式，我不能说大哥今天出钱又不玩，这样不好。你看，出钱又不玩，男生大概就那么多，抽到黄的，就是可以选择跟金渊真或者是罗拉。真的吗？公平啊，这样公平吗？公平啊，公平啊，等一下，你这么多把干嘛？男生也没几个啊。没有，两个玩的不能再抽了。不能再玩了。前一轮有玩游戏也不能的，也不能啊！现在四个，主持人也可以抽啊，主持人也可以抽啊，对，你们也可以抽啊，抽到黄的就可以玩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抽到黄的，你抽，不能看了，黄的就可以，对，红的就淘汰，就淘汰。四个字，就是
不行啊！来出场，李晨来，小姐，吴阳，吴阳，没有了，跳舞来哦，来哦。喂，红包！郭忠，郭忠，郭忠又了，郭忠又，郭忠又，哎，那都红的啦，红的没了，我抽到红的就不用玩了，他们俩玩了，是吗？那你会抽吗？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啊！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，不可以偷看啊！我不能偷看吗？你当然不能偷看了，这什么没偷看？这是我的口罩。对，你不要这么急。我比较急了。等一下啦，你刚选了两位女生，哎，啊，你是一个对两个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你玩两个。不是啦，那个罗拉对我来讲太年轻，金渊真刚刚好。你跟金渊真比赛，你的意思是说你咬到的话，你就有2000块，他先咬到他就2000块。哦，我亲到有3000块。你那么亲，你要给他3000吗？他亲到我，我不会去亲他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一定是你蒙起来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对啊，那你要咬什么？你一直这样，你要咬什么？你要拖时间了，赶快。好了好了，准备准备。那么急。好，怎么样？准备好了没有？我想跟他加讲几句话。讲几句话？讲什么？就fighting。fighting。好，请准备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拖时间。好，谁先咬到谁就2000块哦。谁的脸一直这样靠过来啊？你还有是谁的脸？谁吗？是你们已经谁演的对？没有，我们很认真在看你们比赛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们很认真嘛。而且你看，我这一次没有多换人哦。啊，是啊，哎，是他，都是他，谢谢谢谢。而且你先咬到嘞，你运气好好哦，可以玩这个游戏，没有，就奖金又是你拿，没有，我捐给他。那他们可以抽签的吗？可以，你玩完了是？开心了要？开心。可以让你们抽签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来抽签。哎，现在有六位，六只，一共六位。好，谢谢。感谢运气好。当然有奖金。抽彩会这样。对。但我觉得6个人呢，有需要一把一把抽吗？啊，你要一次吗？一次。我觉得大家抽好就6个人了。是量，一个一个量。1、2、3就出来了。亮剑。哦。公平嘛，可以啊，但是还是有人先来选啊，对，顺序可以啊。好，我们摇一摇啊，刚好看到那一把，我们摇一摇。哎，我们先一人抽一把，不要抽的，不要抽的，好，混的混的，来，混的，还有这把，好来来来，好来 ，OK。这个一千块。待会抽好的就这样哦。对。然后左手拿剑，右手拔剑，好。好，看一下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都不用拔了。没有拔手。现在混乱之后把剑放回来。好。待会你们有6位站一排哦。秩序都乱了，秩序都乱了。这样就很乱了吧？很乱。经过我们现在就很乱了吧？乱乱乱乱乱，在心里很乱。来，跟你刚刚玩游戏一样，很乱。很乱。很乱。乱的很开心。来来。来，大名是六合一。是我什么手？
三垒手。三垒手，垒球队的。那你先选嘛，你们讲好了嘛？你们都先选啊，你们先讲好，他们选好放在胸口，好不好？就往那边走啊！各位来，先选一把。选择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不要把，不要把，不要把。第二位，大名是林桂梅。林桂梅在哪里上班？家管。家管好，有两个小孩。有两个。那现在小孩谁带？现在在上学上。今天上课才有机会来玩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天气啊，春天来了啊，心情要好，好不好？心情好才能拔到好剑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请妈妈拿到这个，先拿副牌，买本钱啊。好，先拿点钱。好了，下面这位大哥，每个人来都要心情开朗。我看每个人来参加我们游戏，油桃糕饼啊。太阳比较大一点。太阳大，我们也是微笑。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啊！什么事让你开心？拔剑，拔牙呢？来，您选哪一个？拔牙，不要拔，不要拔，不要拔，这边请，这边。大家都得到一把宝剑，谁才是8800的得主呢？好，来，菜，你要来放一下，还是自己挑？大饼是林玉德，有女朋友了吗？有女朋友，你女朋友身高167，170哦，好失望啊！他喜欢高一点的女生啊。好，妈妈好。这是财神爷注定的啦。你这安排你家己定位啊？因为我想是，他说要排我后面啊。你就让他排。当然啊。好，那一样的啦，来，一人选一把。开始。好，不要排，没有。不要动哦，抓好，对，抓好。那个我说一、二、三四拔剑了，听清楚啊，一、二、三四拔剑了。而且拔到红剑的那个人要很开心哦，好不好？如果那个人没有跳起来，没很开心，奖金就不给，因为五财神有交代，领到他奖金要欣喜若狂，开心，对，喜不自胜哈，哇塞，要开心啊，好不好？如果抽到还不用乱抽，不要抽到还又没感觉，奖金就没收了。所以你们要开心哦，耶！有听懂啊？有听懂啊？没听懂啊？恭喜你们，祝福你们，预备，小心点。高中垒球队对获得8800，特别请到南港五福宫的主委陈忠贤陈主委，陈主委，主委好，哎，我们请主委跟我们讲几句话。欢迎胡瓜阿翔的综艺大集合给团队四度来到三级古迹南港五福宫，是三级古迹啊，有360年哦。哇，是咱台湾开拓的历史里面都记载很详细哈。台湾说白是叫做玄坛元帅，武财神，财神嘛哈。有武财神的庇佑，咱敢在这发展。哇，感谢哈。我们希望你能常常来了啊。对啊。你看今天是秋高气爽啊，不是春天啊，哎，春天。但是阳光普照的，天气很好。对，早上还有一阵乌云呢，现在你看。拨云见日了，对，感谢注意啦，提供这么好的场。你若来边啊，这大乐透这个6000哦，会阁中头头奖一摆。安尼哦，3年前有中这个5摆。哦，南港地区的大乐透的五财神住的地方，周围的乐透就会中奖。蛮旺啊，好地嘛，做嘛企业做这。啊，行，谢谢。好，感谢。那我们现在就颁奖了哈，来，我们颁给我们的婉君了，婉一。请颁奖，我们来一首高歌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对，刚刚他的陈校长也有来哦，他们的垒球队也要，其他什么队去出国，我都有补助。哇，香港湖工队有补助，恭喜啊！感谢，谢谢陈主委啊！感谢。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们自己有2000块吗？哎呀，自己的哈。对，我们刚刚那个这么认真玩游戏，对，那就是边通通给我的，这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大吉！
这是我第一次拿到奖杯，不是、啊，你刚不是说你没有要自己拿来？对，我先拿来嘛，先拿来，程序要清楚嘛。了解了解。对对，那思密达，啊，思密达，思密达，思密达。两张都给你，一张是你，那就是你，那就是你，那就是给你，两次，两次，开心的，开心的，风云见日，是是是是，欢迎欢迎，来继续送幸福啊。南崁五福宫旧称圆潭庙，创建至今有300多年历史，不但是三级古迹，也是桃园市最古老的寺庙哦。来到南崁呢，五福宫，我们特别玩了一个游戏叫南崁五虎宫啊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五只老虎啊。哎呦，五只，是是老虎，五只老虎。你是端着水呢，要走过去，跳过去，经过这个南崁嘛。哎哦。我这个坎很难过了，一坎又一坎啊！水要倒满，就满出来才算过关啊！满出来，满出来。对，因为这个游戏比较难，获胜者5000块奖金，比较高额，而且五个人嘛啊！对啊，我们的艺人都穿好了嘛。哎，那我们先访问我们的来宾啊，来欢迎你，同学，你们好。什么学校？南崁高中。高中。还有女生的，有三男两女的，还有两男三女哦。两男三女。哦，这困难度。女生女垒的嘛。女垒。大名是。郑家珍。加分啊。加珍。加珍加珍啊。加珍啊。那你呢？钟义婷。钟义婷。哎。许晋展。许晋展什么队？手球队。也是手球，为什么衣服不一样？守门员不一样。啊，守门员啊。哦，你的身材守门员对啊。我今天终于。是有这个深蹲的能力，但是滑的可能会很惨。嗯，应该会很有效果。大米，秋寒，秋寒，哎，你们记得要五个要努力哦。水先装满，谁赢了，这边走出去，跳过去，回来也是要用蹲哦。哦，好，一样啊，都在垫子上蹲回来哦。这样去，这样回来，哎，这样去，这样回来，蹲回去。水满了，哨音吹，秒数短了，5000块。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摔得很真诚，摔得很诚恳，摔出我们一片心。哎哎，我们2000啊，2000块，2000块，艺人也要加油，尤其艺人最常演了啊。哎，不要演哦，认真不要演，不要演。来，你们先就位。好，同学加油，南崁队，南崁队。好，同学加油了。南崁五虎宫，预备。好，蹲着来了啊。哎，进崁了，预备。来，蹲着。青蛙
组看起来女生比较稳哦，女生稳，也就表示比较能蹲呐、啊。男生好像蹲不下去，这个靠女生来完成，但十号效果最好。哎，得分了，两千块有希望。目前是这个比赛的 MVP 得主啊。目前的对你们这个 MVP。趣味 MVP， 你是趣味 MVP 啊，你是倒水 MVP 啊。但是如果呢，我们艺人没有这个更卓越的演出的话，我把这2000块就是得主。应该是他。哎，大名再告诉大家，詹塞恩。詹塞恩。塞恩。果然是一个塞人。是那个塞。塞恩。塞恩啊。来一，来几秒。199。吃到饱哈，199。来，接下来艺人请就位。来，199啦，红毛队加油，预备。来，红毛。赶快！
辛苦了，只是前面呢没有抓到要领，中间就比较好看了，是因为越水就把那个肥皂水啊，还有婴儿油给冲掉，后面会比较好跳。哦，前面太滑，没办法起步啊。对啊，那个张家伟第一波都倒光了。我没有玩过哎。他看了水到底要前进还是后退？对啊，赶快回去了。不过你们刚刚的技术表演分数没有同学高啊。对，好像是。同学比较自然，他们会比较。你们比较夸张的演绎。对。真的好好玩啊！我们是第一次玩哎。这有一点技术性啊。来，几分几秒？210。哇。描述也输，演技也要颁给刚刚那个十号了。十号，十号，对对对，三眼，但是没问题，还有一组嘛，观众来，请观众没有，观众没有，后退，请问你是？我是李慧荣。李慧荣，李慧荣，李慧荣，慧荣，做面。对，我来自桃园最好吃的光川之面。今天怎么没带来的？对啊，怎么没有带来？就在前面右转而已。就在前面右转，所以我问你为什么没有带人，真是不太懂。大名字？哎，你好，我叫陈冠勋。陈冠勋，我是在航空公司上班的。哦，航空公司啊？为什么没有带两张机票过？我本来想把整架飞机开过来，但是这边没有停机坪。你是桃园航空？我在地勤。航空。哦，地勤吗？地勤，我是飞机修护的。飞机修护，那很重要的人呐。对啊，要仔细修护好啊。对对对。然后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圣业剑道馆来参加比赛。哦，你也是剑道馆的。剑道馆。哦。对。他的工作是飞机修理的兴趣了。维护师。剑道。他兴趣是剑道。对对对对对。来，大名是。跟你同姓，姓胡。姓胡。胡小姐。胡什么？曾静。胡曾静。对。对，在哪里服务？桃园龙安街优品娃娃机。娃娃机。就是最近很夯的娃娃机啊。你说那个？夹娃娃机。夹娃娃机的那个。现在开多少这种？对啊，他们竞争力也蛮强的。那到底是有哪些人去玩这个？就是零食，他们几乎主打就是零食。零夹零食啊，比较好夹啦。哎，你们那个有时候半夜人家闯去敲那个零食，不会啊，那新闻也常常报啊，会有摄影机拍到啊。对啊，对，有没有？你常常跑到娃娃机去敲那个？我们是有人垫的，跑去摇下来。你也有人过啊？我们有人雇，有人雇，有人垫的，对对。哦，有人雇就好了。对对。大名是，俊，对，俊英 rock。哎呦，是的，哎呦，这个健身房的哦，健身房，对，南港在地健身房，南港在地健身房 ，OK。我叫陈小婷，陈小婷，对，是做饮料店的，做饮料店的，在附近，规矩。规矩，规矩拜酒的，乌龟规矩东西的规矩哦，饮料开在这附近吗？对对对，哦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今天来看你，我就休假了。哦，来看你，所以休假了。有开面店的，有在航空公司服务的。你不能问你问，然后就叫观众朋友把他们东西都拿来。没有，只问一下，问一下，问一下，他们是来赚奖金的嘛？是。注意啊，还有最佳表演奖哦。哎，那我们会看自不自然哦。对对对。第一个时间奖哦，现在是199秒。199，你们各就各位。来，加油！好，这是观众组的南坎五虎功，预备。也不会晚掉，也不会。去哪？要跳的，不能走了。要跳了。哎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哦，到我跳。199米。哎，这一组速度很快。不走了，加油加油。小婷，要跳要跳。哎，最后一桶了吧？等，最后一桶了，最后一桶了。跳哎！准备要吹哨了。还有四秒，有吗？
的，蛮快的。但是有的很不符合规定，就用走了，后面没有并没有从头再跳。对对对，对，有点违规啊。这位胡小姐就稍微有点微微站的啊。对对对，用站的，但是到那边也是用站的，根本没有在跳啊。应该要蹲的啊。应该蹲几秒？101秒。101啊，刚刚那个技术奖是没有了，技术奖没有了，还是没有超越我们 C 组的十号同学，对，塞恩，我觉得这样啊，我觉得这组也蛮厉害，跟那组也比较合乎规定，对，所以两组各3000，好，3000，3000，两组都有奖金，对，那个技术奖要给十号，没错，来，我们来开始颁奖，是不是厉害？每个打来拍球好起来，拍球，欢迎现场的各位信众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祝福大家，大家是身心愉快，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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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，祝你们爆胸嘛，我们爆胸嘛啊！我南崁湖光哦，不但历史很悠久，传统的拜拜求财神发财，求平安，我们现在已经适合社会青年。这个潮流，我们现在改为艺文中心。哦，再来，我们明年会有新的节目。我们不但有街舞，不但还有啦啦队，还有其他的，不是跟他头一过多年了。哦，来，接下来颁奖是谁？那个总干事来颁奖，还是组委来加码？先不能帮，我这边有总干事。总干事，我替你出力了，我来，来来来，先颁最佳效果奖。效果奖吗？十号。五福宫管理委员会来加总干事2000块，最佳效果奖，恭喜！送一大吉盒，最佳技巧奖啊！这个接下来颁发的是两队的奖金，哎，两队的奖励金在前面，来来来来，你们派谁？有见到的来代表，第二队见到3000块来请颁奖，送一大吉盒，第二队请出列。来，请颁3000块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艺人的勉励奖啊，有吗？给个1000块好了。哦，来，请谁颁？不是啊，一定那个罗拉来。要给罗拉的。授奖的，谢谢。谢谢。没在。请节目票。哎呀，颁奖颁了没啊？哎，谢谢，继续送节目。哎，接下来飞檐走壁啊。对，这个是踏板啦。哎，来，武阳踢一下，踢一下。会倒吗？踢一下会倒吗？会哦。扎实，非常扎实。他这么近踢都不会倒，是经过力学啊、力矩学啊等等啊，重量学啊，都有经过这样子哈，然后才能够拿得到这一颗彩球，就对。没有没有，他是有一个像现在是175啊，你从这边飞过来，踩到墙过来是175，嗯，对。健儿呢，从到200，175到200，200以25公分嘛，哎。对不对？200就225，225，然后250这样，275，300，看谁拿最远嘛。对，1000，接下来晋级到3000，5000，7000，10000，175有到10000哦，15000啊，10000哦，到10000，你最高纪录是，好像275的样子，有吗？275，好像到275啊。我有点忘了，好像275的样子。所以我们就没有到300，300就是直接15000。300是对，真的有点难了，没有人有过极限，但是总有一天会出现这个高人的，只是还不知道在哪里而已。好，今天有参赛者的，来请出列。来，他们同一队的，这个可能是这个是足球队啊，手球队啊，手球要弹跳，手球弹跳。大名，黄敬恩，黄敬元哦，黄敬恩，黄敬恩哦，大名徐子佑。果然年轻啊，都长青春痘啊，鼻子合理，笑脸呐，17对不对？对。大名是张志祥，哦，男儿张志祥，18比较大一点，还没17，17，快18，青春，快看到没有？硬要凹，有，我看到，他一定比较大嘛？你几月？我6月，我8月，哎，6月比较大，对啊，我没错啊，6月比较大，我说没错啊，这样子看出纤维大，这样也要比较，他就比较小了，比两个还小，真的吗？从前照，对，17，17嘛，几月？12月，哎，比较小。你看人还会看错吗？你们只是同一个年纪而已，还可以看出越混。现在就是要细微到这种程度，这样子。对，越细微越难呢。这个人凌晨6点都生的，对。
好像12点吧。真的啊？真的真的真的。看到没有？白天呐、啊，凌晨6点到12点，白天呐、啊，我不会讲黑夜啊。哦，是吗？好，来再。黄昏，好像是凌晨3点多。看到没有？看到什么呢？黄昏到凌晨。是晚上啊，这个就很厉害的啦，这样很厉害，不能不灵的，不要再问了。见好就收，到这里就好了。对，你以后都希望。见好就收，不要再问。我想我们会参赛的应该是蓝波老师吧？是吗？真的吗？看就知道是用身高来分的。不是，因为蓝波老师是充满了活力了，活力是我们的指标啊。对啊，这一把年纪还可以这样弹跳，不容易啊。是啊是啊，而且有一个叫狗急跳墙，嗯，狗方面的部分我很厉害。这个不是年龄的问题，是啊，我这个年纪哈蹲很久了，这时候要弹起来。对，应该要弹一下，弹一下。那个你叫郭宗佑嘛？郭宗佑是保，太厉害了，他275呢。对啊，他除非去挑战275，我再让他挑战。是，那前面比赛就太。太欺负人了！哎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他们这几位手球队，刚刚有讲到手球弹跳要，而且原地跳起来，这样原地旱地拔葱了。对，来试试看了，先从175开始，1000了，来请坐。来哟！预备，飞檐左臂，1.75。所以175不应该有什么不好的啦，应该啦，这么近，这么轻松，有点近。对啊，我都不想，我们为什么要从175开始？应该200就开始了，对吧？他们设定的啊，对啊，好奇怪，耗点体力，耗点体力。哎，没有补考了，没抓到就没了，一次机会了，没有任何理由啊，这么狡猾怎么好？对，不要太狡猾了。来，请休息。来，好，接着第二棒直用啊。那有的风也是考虑比赛的一项目啊。对，运气运气啊。没问题，可以，175应该都可以过，应该可以。会不会蓝波老师第一个淘汰？来，第三棒是志祥啊，好，亚青的啦，亚青的国手是不是？亚青国手，亚青国手，什么叫亚青国手？亚青青年手球，手球，哦，亚青国手，对他那个弹跳应该很强啊，亚洲杯的青年，哇，看到他小腿肌，哇，完全大爆发，还巧固球才要弹嘛，对。手球是射门，跟那个门守门也很惨的，有时候到都脸上了，那个就直接砸脸，速度很快啊，超可怕的。来一位，加油！哦，风在吹哦，我会把它吹远的哦。风哦，运气比较不好，风在吹哦。好了，狡猾，好狡猾，刚刚才讲而已，完了，刚刚才讲，狡猾也不行啊，我都讲过了。国手，压第一把。过去了，阿光已经进过，未使狡猾，狡猾都不简单，光亮亮。谢谢，阿拍姐，第一棒是国手淘汰，前照，这是一个前照，好，小心哦。前面两个觉得175很简单，怎么到后面大家都糟了？抗压性，一个滑，然后不是他可能觉得说啊，刚刚前面滑掉，我要注意脚步啊，结果手就没有注意，没有注意，对，那还是按照规矩要淘汰，要淘汰。来来来，谢谢。哇，我们比赛张力就是那么强啊！来，蓝波老师，你的50U只剩两个了哈，50U的代表选手，50U的，50岁的，一位，蓝波老师。代表，加油！加油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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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抓到两根毛，有抓到两根。一面风会吹啊！是两个人，哎，我说这个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嘛。你看了，才刚讲完了175，要不要比？哎，真要比。对，要比。我刚刚前面两个，我觉得太轻松了嘛。嗯啊。为什么前面两个那么轻松？后面三高的又国手的，哎，体能都比他们前面两个好啊。对啊。那您是什么问题？没有，脚脱掉了。鞋子脱掉了。所以来露营要买适合鞋，有的鞋啊是漂亮，但不适合比赛。对，是。像我这个就不适合比赛，是漂亮，是皮革的嘛？对，有时这型 A 要来，哦 ，Nike 你马上要，是香港的，马上 Nike， 注意点呢 ，Nike， 喂，没了，限量版，不要乱讲，
哇，限量版哎！哇，现在剩两个了，我要存两个，选静恩跟子佑了，你好，请就位。来，两百的距离，好，两位手球同学，两百就三千哦。对，一位。我看你是会唯一走到最后的哦，哎呦，又看你的同学了，你已经是三千的得主了哈，对，应该是冠军了，我觉得。哎，没有，还是看希望他能走下去。来，接下来是子佑，预备，子佑的一个弹跳，可以，弹跳。原来强棒在前面哦。嗯。好，那这样比赛也精彩了。好，两百到二二五，五千哦。好，看你们的秀啊，请就位。二二五了。好，五千块了。加油！因为现在是两个人同学的一个抗衡。来看看，静恩先抓到吗？现在你。静恩一定可以走到后面。五千得主，五千得主，子佑请就位。一位，子佑同学的挑战。怎么他们的两个跳前面跟一百，跟那个两个一七五一样，对不对？到底有没有巧，我都不知道了。没有变远的感觉啊！哎，你原来你跳，它有变远吗？有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你一定要讲有感觉嘛，对不对？哪里啊？好，接下来刚刚二二五嘛，对，二五零，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一定有瞧过了。嗯，二五零哦，好，有标杆的哈，来二五零来抢。好，来七千。好，接下来二五零了。对，二五零的奖金七千块，加油！预备，不容易哦。哎，他好像还可以，都还没有延伸呢。来，下面一位，一位，二五零哦，七千，子佑哦。好，子佑的一个挑战，二五零的距离，二五零的距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粘上去，粘上去，粘上去。那郭忠勇试试看是不是二五零，还是制作单位在干嘛？好，我试一下。所以如果抓不到就是二五零嘛，对不对？还一位。郭忠勇，你敢掉一点？有两百五吗？有两百五。有吗？我有用力了。你踩了两三下嘞。就是因为有缘故，我才要踩两三下啊，不然我通常都只踩一下而已。他测试说有就有了，有，恭喜两位哦！接下来进入两百七十五，奖金一万，奖金一万了，两百七十五。第一位是静恩，可以补考，可以补考。万一没抓到，可以再跳一次。可以补考，两百七十五，目前是记录，这个过了就破纪录了，平纪录，平纪录要过三百嘛，过三百才破纪录。两百七十五平纪录，来一杯，可以补考一次，这应该是可以啊。这个距离你是不是有用力了？有，刚刚没用力啊。有，这个是超用力了，所以三百是一个关键点哦。好，现在是一万的得主，他没过的话，你是赌哪？你就可以挑战三百了。对，来请就位。各位同学，刚刚五位呢，第一轮就淘汰三位。对啊，这两个一分一七五，两百，两百二十五，两百五，一路过，现在两百七十五过了一万了，看他有没有办法承担。子佑如果过了，两个一起挑战三百，预备，好，来哈，两个人都没有落实过一次，
平锅中又记录了，平记录了。接下来进入三百，这个要破了吧？三百是一个难坎的啦。对啊，锅中的你有跳过三百吗？没跳，没有拿到过，没有拿到过，没拿到过。那你一起加入，不要影响人家奖金。我要影响。你三百能拿到5000块，这么多？对，5000块。哇塞！那就2000好了，有个鼓励也不错。3000还是3000？挑战自己啊！哎，300呢？300啦，他之前都没抓到过啊，因为人家跳这么久。对啊，才有10000，不，这现在300你们过了是15000。好，一个人就15000，你的奖金跟他无关。好，你抓到了3000。好，来请就位。我们节目目前是没有人300，对，但是都可以补考。那郭宗佑是因为要挑战他破纪录，对，所以跟两位同学比赛是没关系的，哎，不影响对方的奖金。对，郭宗佑的比赛跟你们两个没关系，你们两个还是要互相竞争。你们一个人拿走的话是15000，如果两个人都过的话是均分，对 ，OK。对，但是如果你们都没过，这10000块你们也有5000。5000。好。其实地上有刻度了，大家知道的有些300了哈。有。预备。好，300的一个挑战，飞檐走壁。敬安，预备。你应该还有机会可以拿到。没事吧，没事吧。还有还有，所以才要补考啊，休息一下。还可以补考一次，还只有。因为。多了25公分，整个感觉都不太一样了。不太一样了。反正第一位静安好像比较接近一点，对，还是很磨的。两个还有机会，现在郭宗佑挑战自己记录了。郭宗佑自我的挑战，瓜哥给他的这一次的一个机会。如果拿得到的话，有3000块的福利奖金。实力强是对的，但是各位忽略一个重点，他前面都没掉。对啊，我没有浪费体力。你也贴了个五啊？对，所以他应该的，哈。很厉害哎。所以他只有3000嘛，把人一里跳一里跳没烂了嘛。哎那，哎跟我观众朋友了解啊。对，哎跳一百年，一万五千了怎么跳？也证明一点说，这个是有人做得到的。嘿，其实是可以的。同学，来，同学，两位。比赛是公平的，因为你们前面跳那么多次，所以他抓到300，我只给他3000块。你们前面一从175跳了很多次，但是所以接下来300是有难度，你们要继续加油，15000啊，来最后一次了，加油！可是他们跳法跟我不一样啊，他们跳一步而已。你刚刚看郭宗佑跳哈，他其实飞檐走壁的意义就是在那个脚爬的起。公民参考，他踩了3下。对。好，加油！可是突然改可能会不习惯。没有，按照你自己跳吧，按照你自己的节奏。预备，好，静安的第二次挑战。快了，接近了。哎，接下来是子佑，预备，南开。这最厉害，马力好好哦，这个比郭宗佑厉害。哦，哎呀，325，哎，有没有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多少？15000了吗？对，325。哦，谁过多拿5000。5000，好，郭宗佑。宗佑加刚刚的这样，已经有3000了，3000，再过就8000，你过就是2万了。好，来请坐。加油，宗佑，加油。加油！
踩要看要踩，你可要踩五下啊。第一位挑战同学，我觉得是不是要中右心跳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心跳很多次的啊。好，郭哥先来，你让他休息一下，这样比较公平嘛。奖金是独立的，无关啊。预备，瓜哥给郭中右的鼓励，抓得到，再加5000块，325的史上最长纪录。最近你们拍戏啊？比较少一点了。妈妈手也好了嘛？妈妈手还没，没有。他是休息啊，他是妈妈手，又不是妈妈脚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体力也有恢复很多。心境呢？鼓励了，还是要鼓励。太棒了！同学，看到没有？我们不会去设定一个办不到的事情。他就办到了，所以你接下来为你奖金努力，有20000块哦，两次机会，好好来请就，应该有机会入袋哦，哇，好厉害哦，预备，来啊，好，子佑的挑战，史上最长325的记录，325的记录。你说一下，郭俊佑，哎，他的缺点在哪里？因为他只踩一步，一步他的点就会比较低，哦，他越高的话就会可以有越久的滞空。他的说法了，你能，你就说临时改变阵法可能会乱，对，你还是按照你最舒服的方式。他刚前面是用爆发力硬冲嘛，但现在因为真的很远，真的要踩高一点，好，来请就位，加油，最后一次了。最后一次了，加油！一万，他其实已经有15000的奖金了，但是这个距离可以让他有机会拿到20000块，20000块，差很远呢，啊，你这一跳比较有感觉，差一点，体力也耗尽，你距离真的有落差。对，但郭俊勇不管怎么样，他能飞到325也蛮惊讶，蛮强的，最近真的是蛮缺的，自己也吓到，很需要你的帮助。好，因为应该有妈妈手啊。需要。我们现在开始颁奖典礼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先请到的是我们的慈善会会长周秀兰，会长，膳食组组长洪素秋，这边请。妈妈好，妈妈好，来。跟咱讲几句话啦，大家好，哎，你是秀兰呀？对，哦，慈善会的会长，哎，而且做妈妈，做妈妈，做妈妈好，对对，我们以前就见过面了，哎，感谢你，感谢来搞我们旁听，不啦，谢谢你，啊，我很爱看你，啊，谢谢，郭总哟，每次都好厉害，钱都是你赚的。钱都是你赚的，看到没有？对啊，来来，他表现好，我们给他奖励，棒棒，好棒哦！是，真的好，谢谢。这是我们的会长啦。而且你要学啊！哎，我要学啊！对啊，他学不来的，他没有学，他没有脸，丢脸啊！你没学好，我丢脸。对啊。其实有，你是说学跳这个？对啊，一出你马就跳跳看呐，我跳跳看啦。对啊，你脑袋大，我20000块给你。没，谢谢周妈妈的好意。专长不一样。你试试看呐，啊，试试看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你不要说320，爬都很快的，对，我连125都有问题啊。是，那个组长要不要跟他鼓励？哎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是那个观众，我综艺大集合，说是长虹，谢谢，欢迎，欢迎大家来南崁五福宫，万岁阿公啊，做香做灵的，恁那趁来家拜拜，拢会顿去趁大钱，马上综艺大集合，一路长虹，啊，感谢，谢谢，好。那我们来颁奖了，今天的冠军，接力冠军呐，阿丽，这个多少？一万五呢？一万五，我来推什么？来推什么？一，接力冠军呢？30。对，好，一，哎，二，哎，三，四，
来，你妈妈先颁给他一万。来，会长通通去给他。谢谢笑脸郎了啊，郭丽姐，奖学金。好，来，谢谢，恭喜。好，接下来颁发的是他啊，郭宗佑，厉害，纪录保持，来。谢谢瓜哥哎嘛，谢谢瓜哥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啊，这五千块麻烦会长先搬，来，来一起搬好了，八千，总共费心费了多少？谢谢，谢谢会长，谢谢会长，谢谢会长，啊，不然我是吃边嘛掉酱，对不对？感谢会长，感谢咱的组长，是感谢咱的主委，来继续送幸福哈，来接着进行欢乐转圈圈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参赛者必须要从那边转完之后往前把水球顶破。对，时间最短者有3000块的奖金。哇，三千块啊！欢迎参赛者，来第一位，哎呦，哇，你好你好，哇，耍剑了对不对？对，什么叫耍剑？剑道，剑道，那耍剑是耍得过瓜哥吗？没有，不耍。你们都已经超越我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天气穿这样不会中暑吗？热热吗？一般这种身材应该练柔道嘛，是吗？相扑嘛，哦，剑道有这个目标，不是很容易被击中吗？不会，不会吗？不会吗？力比较大，那防御力比较强。对，像你跟他对砍，他随便就砍到你，砍不到他。对啊，会防守，会防守，会防守吗？那你还有同学来吗？有啊，在旁边那边。啊，这么小的女同学，还有个子那么小的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你几岁？我11岁。21岁。11岁。11岁啊。你几岁？11。11岁，为什么学剑道？因为哥哥有上。哥哥有上，你就跟着上。为什么想学剑道？就是他会练到体能，还有比如说你的反应力啊，还有应对能力。是。对，我们武士道能不打就不打。啊。总而言之，我这样现在的武士道其实听起来是很杀，对，但是他们是以和为贵。但最重要的重点，我们要想请老师来讲一下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带剑来。对，老师就是随身携带。碰到坏人，你没有剑怎么办呢？嗯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真的危险，你就要赶快跑啊！哦，对呀，你别对，因为他们最重要学习剑道啊，是我们都是学教习他们常规。常规就是说日常的做人处事该做的事做。对对对，今天可以请学生对练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来来来，哪两位是？这位。哎呦，哇，这位跟谁？跟我这边有。哎呦，徐成毅。哎呦呦，哇，这头发。剑道也有分段啊，你几段？我二段，你几段呢？就同学。你我看二段。吴凯佑。你5段。二段。二段对二段。好，来，好好拼杀。好好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来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如何的对练。对，那你要讲什么？对，来，拔剑了吗？来，对，拔刀以后，他们现在蹲下来。哦，对吧？有先站起来。对，好，来，凯佑先哈，来，起立开始，好，准备。哦，这样。哦，一直被打。这是做切反，这个日本术语叫做。对。怎么了？老师，哎，刚刚还好，我不是下去练了，被打的就是我了。不能还手吗？可以，可是这个是一个打击练习。打击练习，他是指导者，让他打。啊，这样子吗？然后等一下换他当指导者，让他打。哦。两个先，对，先做一个这个给你们看。那我们不要做2次啊，就知道嘛。做一次。一次打完，第二次动作他打哪里？第二次他们两个都要用头脑去打。哦。然后两个对攻。他是学长对不对？他是学长。那你为什么一直让人家打？因为他是比较大，学长。没有，本来刚刚讲好要轮流的嘛。指导者。还好我没下去练。对啊。哦，不然被你们打死了。啊。被打。正想练而已。晚辈打前辈。打到打的人还要哼歌哦，对啊，那唱歌唱什么歌？没有，他是喊他的头部的术语 ，man， 这个称为 man， 这个手称为 kode， 这个肚子哈，肚子这里是比安全帽还硬，这是肉哦，还有一个最重要是
是真的。哎呦，是骨。哎呦，对对对。哦，这个叫肉，肉这样啊？对对。哎，你也有肉呢？肉，没有亏钱。来，请继续。我们欣赏一下啊，第二个了。啊，第二个了啊，来，现在啊，比互相冲击，就是他们两个互相对打。来，预备。五段不知道打的什么样子，来，小彪，等一下啊，你们先不要动啊哈，这是收剑嘛啊，对，收刀。老师刚刚这样看谁比较赢？两个优势的话是差不多，但他肚子被打好几次啊。对，没有，他要打到他，啊，他也打到头部。对，因为我们在互相练习，都是这几个部位要去做，这三个部位最主要，所以速度非常快。对，来。你先指导他打，所以他要先打你的头。来，我帮你准备好安全帽。不是这种的啦，这种会很震荡的。哎，还控不下去，还控不下去。哎，你要打准一点，不然我要滑掉打。我是靠脸吃饭的。我知道。你先试试看，能不能打这里。我很轻哎，你二七年报仇吧？我很轻哎，可是这个比那个还薄哎，不能。对，我绑紧这个会震动啦，这个会震动，那个有保护，那个有保护不会震动，那个有保护，这个会震动，轻一点，三下就好，这样可以吗？三下三下，不是，你知道这种东西会打上瘾的吗？好玩的，我也好想打。换一个，看，干什么？轮流啊！我想的。你是指导员，我是夹娃娃进去啊，我也让轮流。你是学长啊？对啊，拿掉打，他想要拿掉。我能拿掉打，他想要真实的。不是，我觉得打肚子还蛮好的。你要不要穿那个？可以穿吗？可以啊。借我一下。可以，穿一下，借脱下来。没有大件一点的吗？刚刚好，分这边。穿好了，对不对？穿好了，来。这个太，会送医院。这个能打死人？不行啊！这你已经穿好了。没穿好，老师那个同学，同学来，同学拿，这次来，同学来。不是，拿你的木剑就好了，拿竹剑呐。你示范一次怎么样打？不露，他不会回答，好不好？来，不露。震动的力量进去，你眼睛是有问题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好，小力一点，换左边，不用左边就这样打。拿起来，这可以吗？你打就打，比赛打到我弟弟啊！怎么又不同？你手伸起来，你打就打的，你为什么还这样子？不是他其实。其实是有一点点，他用劈的。对，因为他好像是一把刀一把剑。对。如果他要进攻敌人的时候呢，一定是这个样子的，要这个样子。等一下。他是这样子。你打一个，刀锋是打起劲了，打起劲。这个样子，是吧？有点这个样子嘛。对啊，对，是这样。因为他是刀子。对嘛，对嘛，刀嘛。这个绳子这里是刀背。对。他砍的时候，他一定要这样做。对了，你要买，应该砍下去，对，砍下去，对。哦，没有助力啊。
你有处理震到里面吗？震到里面。孩子怎么样？孩子还好吗？还好，有那个肉，那个肉会跟那个保护伞会这样震动，会震到。哎，你这样打的话，肾结石会掉出来啊！我哪有肾结石？还有，还有。哎，那你有哎，你有哎，来。我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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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这个很震撼，震撼。你没有体验，怎么知道这个叫舒压？对对对。好玩的好玩，真的很舒压，嗯，而且很刺激。刺激比打电玩好多了，对而且这个是有运动的嘛，抒发压力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我们是要见到，哎，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。结束了，我们还没玩游戏。对呀，让他们玩一下游戏，还没有。还谁还没玩？我已经玩完。他们要拿奖金的啦。全是韩美，他们也想要。你还没玩吗？还没。那你衣服要不要脱掉？这样好玩吗？好，来脱掉比较好用嘛。好，来准备一下，准备一下。来，第一组出吴凯佑，还有参赛者一个一个来。最后获胜的有3000块奖金，哦，还有一个是最佳效果奖，但不能演，哦，好不好？来，认真的。吴凯佑，预备。那个气球也要动吗？水球也要动。要，等一下气球会比会抖动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凯佑呢，一路难射啊。厉害！我跟你讲，有的人运动他就是会腾空很厉害，他是用重量不会晕的，很纯啊，很难弹。对，在几秒钟，11秒04，哇，很快，也是很快。他们是转完下来开始跑，转码表，转的时候不过了。那你看我从中间这样，我是不徇私啊。当然，一定要动，一定要转动。好，谢谢吴同学。好，你休息一下啊。第二位。早上好，桃园消防员你好。哎，早上好。哇，有练身体呢哈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哦，你当了消防员几年了？第19年。19年哦，几年可以退休？50岁就可以退。50岁，你现在已经我41了。你想退休吗？我不会嘛，为了这热忱不想退。不想了。今天好像有整个团队都来了，对不对？宣导什么宣导？来，这个是什么样宣导？这是。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哦，好像每年我们都有先导这个问题啊哈。在比较低楼层的公寓，比较透天那一种，他们是没有那种系统式的消防设备，嗯，那我们就会希望新大楼了，对，没有接电线那一种的，那我们就会推广这一种是电池的，哦，那它只要这套烟路就会响。它要充电吗？哎，它是电池的，后面有充电池哦。啊，你那在当时要换电池 A B C 啊？伊那是要无电的时，它会轻，它会响。几秒钟，哔，提醒你。那如果有紧急，会有什么声音？好了，我播给华哥听。正常。这是测试。正常。正常。这是有烟的声音。失火了。那我跟你讲，失火了。对，那你就到时候有火灾。那另外你有没电了？没电了会这样吗？它不会没，它就哔。没电。哔。提醒你该换的，因为这 AI 啊，没电了，没电了。不是啊，我们的遥控器常常弄到没电也忘记，它不会提醒你嘛。所以你的电视不会随时去检查，只能按不来动。也是没电就进。没电非常难，所以这个就是用电池，然后挂在上面方便。对对对，不用接线，不用砍断电刷。哎，两起的。打电话给你们，你们会来装吗？哎，就通常你们自己去，低收入户还有一些比较老旧的，有补助，一颗一户一颗，可是一户一颗不够。对啊，另外再去买，就会送你一颗，你必须买6颗这样。对，大卖场都有，大卖场。但是你们家才要买到6颗，我们不要，你们有6颗安全的，我们房间没有。我们家没那么大。对呀，啊，你就算住3平方尺，弄个3颗有什么关系？那这个如果说到抽烟也会哔哔叫吗？会啊会啊，烟太大，不过一般的烟不会的，除非一次抽10根呐，那可能有机会。谁一次抽10根呐？那是 Tiga 先生。那个不要烧这个杂草。对，清明节的宣导，清明节快到了。对，不要口号，4不2记得。哎，不乱丢烟蒂，不乱扬，不飞扬冥纸哈。不然换爆竹，记得灭于尽，记得收了色。这个比较难吧，因为玩的仪式都会放爆竹，放在那个坟头上啊。其实现在有种方式，用拨的，啊，用拨的。神明祖先一样听得到。对对对，比较不会有危险，是不会有危险。电子的，那以前会放鞭炮，我是走比较远，偷放那个冲天炮。每年到清明，我们的火灾都很。
很多。那神明都还没有拜，有没有家就被烧掉了？祖先都还没拜就对对对，放银匠的货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还有那个废纸会到处飞嘛。好了，对对，谢谢谢谢。除了现在还有什么？这个现在不，这什么？这是我们消防局的一个什么意思？哎，就是我们会到公墓去车巡。他有时候会去驻守啊，如果大家来扫墓，哇，没有带到水，那我们可能就会提供一个水袋这样。水袋帮忙哦。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尽量大家自己带。对啦，我在那边清北玩，啊，现在中南部都缺水，你看日月潭的水都没错没错，大家还是要节省用水了哈。对啊，最好的是就不要烧，不要烧这样比较安全呐。是啊，是是。好的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，辛苦辛苦，谢谢消防队。来来，就位了就位了，先打完毕了，先打完毕了，哎，预备。不算时间掉，落地才算哦。吴大哥平常训练体能哈，可能也没有训练到这一种哇，转成这样子，头好晕哦。我真的很晕啊，这个又这就碰到地震又要救灾啊。啊，这个麻烦了吗？麻烦了，麻烦了。对对。好，开始算秒了，开始算秒。有没有粉晕啊？哦，没有，很开心啊，没有很开心啊，很开心啊，粉晕啊，很晕啊，他前面撞了两三个空的。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叫谢江南，谢江南，好，江南，江南丁元啊，这个已经超过十一秒了，十六秒，大家要随时注意哦，家里要装那个防火的啊，对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谢谢你们辛苦了啊，谢谢。哇，这个是我要送给我在家里装那么大只。你家装这么大，谢谢。这个豪宅要装这么大，对对对对。哎，好嘞，接下来下面有，是，好，行的。我们一人来玩。很久没看到他了，大家都很想念他。对，有没有跟你粉丝讲什么？안녕하세요。啊，喜欢你哦。一切都好吗？哈。对，很好。现在广告看到他。还要继续拍广告吗？有很多，拍很多。对对对，我有看到拍那个牙齿洞的广告。对对对。哎，我就想说，史密达怎么那么久没来哦？啊，忙吗？最近忙吗？有一点忙，有一点忙哦。哦，交男朋友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早就有了，不是现在呢，早就有了。不能问，长那么大没有男朋友才怪吧？也是，快点晚吧。快点晚婚，但是赶快晚，快点晚，赶快去，不要再问了。今天只来一位，加油，好好小心。跳成这样，我这个收音，这个收音，警察失火了吗？失火了！消防灭火器，它的叫声就这样。报警响了，就警报器的声音。我这不是没电吗？OK， 来，停。啊，慢下来了。OK， 好，史密达，快点，走了，快点，史密达，快点，金元镇，起码，快点，有点晕了。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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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
是吗？对啊，你们小姐变大神了。你怎么会叫成这样啊？太快了，你要玩吗？那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快了！你的声音比那个消防灭火器还厉害。对啊，真的是我的。真的太快了！23秒了哈！哇，大罗拉，今天还没玩对不对？对，玩游戏，我来玩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来来，请就位。哎，现在罗拉来了。哎，目前第一名是第一位，11秒多了。哎，我们的凯佑见到，见到魔手。喂。警报器了，没有输的。警报器了，警报器。快掉下来！哇，好快哦，越来越快了。
这个真的很晕，他那个转好快哦。还好吗？还好还好。哇，他转的真是很疯狂，很晕的，很晕的，笑得很疯狂，真的很晕的，很晕的，我知道。对，最你那转快，最疯狂的不是你。刚刚是红毛吓一跳，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穿着这么火辣的向自己扑过来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发生呢？不会啊，对啊，不会，我吓一跳，他是偷你哦，对啊，吐错了，他是选你的，我站在那边以为要扑过来，怎么闪过去？没有，因为他头晕歪掉，本来要扑瓜哥，对对对，他哪里不清楚？他知道我刚刚闪过来。哎呀，真是！如果直接扑上去冠军呢？是吗？你早讲啊！再来一次，再一次嘛！26，哇！等太久了。那大家都很精彩。那第一名是凯佑，凯佑第一秒就撞到了。对对对，我们颁发3000块奖金，这里面还有1000是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这是我们上次课你还有1000，加上我们做的3000块。剑到火手，对不对？真正开心到见到你，哇塞，这样你也有，见到你，哎，恭喜，恭喜，谢谢，我们今天谢谢桃园的五福宫啊，谢谢同学们，也谢谢观众朋友，我们还有网络上很多东西要送给观众朋友，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，锁住民视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